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巨星的灰蟒光星魁荣耀超级。哦，刚才那个高级的时候不小心用了那个安息啦，结果打到王是一补盾，就边打边补，边打边补，所以花了蛮多时间的哈、哦。啊，现在既然知道一补盾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换了一个队伍，哦，用死亡搭击队，死搭队，哦，这基本上很简单，就是 CD 三先搞定再说，哦。我们先搞定我们的 CD 三。哦，右边这只攻击力比较大，哦，先把它处理掉。哦，这边稍微除一下技没关系。哦，给它扁没关系。哦，三千多而已，还好。哦，因为我在除 CD， 一次的话还比较好除。哦，其实这时候就要补血啦。哦，一补整条都满哦，非常好打。用这一队通关速度快，稳定度也好啦。哦，只是 CD 三一定要先把它弄出来。哦，刚刚手有点擦了一下啊、哦，这个不要介意哈、哦。那这一次也可以用来除 CD， 不过这一队不太需要除什么 CD 啊，除非这只女王想说把它早点除到。哦，那我们就是把女王除一下好了。啊，三千多，简单，三千多就很好打了。我的，哦呦，它是 CD 一耶，这个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得意忘形。哦，因为死达队来讲，你有妲己跟这个史莱姆王的高回复力，80%是吧？那就先来个啦。玩一下好了，先转一下这个。哇，我在转什么、啊？非常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哦，千万不要乱学。这个撸过来的话，又多了两 combo 了。哦，当然是要是如果过来的话，有压制 CD 三很快哦，甚至常常会跳，所以我们可以先转一下。哦，死大队基本上直接就是灌过去了，哦，蛮好打的。哦，先打这个骷髅头的。哦，如果你先打别只，等下被处理掉，你就知道痛了。哦，通关整个过程不难啊，因为我有三次转星啊。那至于要配精灵王，只是伪王，我想要快一点而已。不然基本上应该这个队伍是轻而易举啊。哦，这个我们的鸭子还蛮喜欢跳的，还不错。好，再来这个是20%盾，好，20%盾。好 ，CD， 好，没关系 ，CD 没关系。
攻击力还不错，6000多哈。这个我喜欢用鸭子就是这个原因，他会常常跟我跳 LA Ball 有没有？我至少要打5次哦，这一点要稍微记住一下哦。轻而易举，轻而易举。哦，基本上用这一对稳定就稳定度很好。哦，打起来也轻松。我们现在转看哪个比较多，2、4、5、24，都没有很多。哦，所以我决定转鸭子就好。哦，鸭子帮我们转的蛮多了。哦，他光这样跳那个王就已经受不了了，我跟你讲，他看着是怎样啊，一直跳是怎样？跳就是要给他GG啊！好吧，这个就一起消一消好了。这个来不及，刚那个火珠应该可以串在这里。失望。哦，2倍的恢复力，可以看到这个王打还是蛮痛的哦。所以好就在我们有带女王出来，哦，这样伊普顿打比较稳定度才会好了。我们先保本身不死，哦，再想说怎么把它处理掉。哦，基本上都补10000多是没问题的。鸭子我先不转哦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哦，怕我现在转掉了没有保命的，我等这次跳起来我才会转鸭子。哦，有没有看到没心珠断心了？这样的组合还给我断心，太夸张了。哦，不过我们不怕哈，我们心珠很多。哼，过头。哦，速度虽然说没有说非常快哦，可是稳定度是 OK 的。靠，我为什么要做那个斜转？哦，血量王的血量还蛮多的哦，跟他打一下消耗战了。消耗什么？消耗我的新珠啊！这时候按珠光珠蛮多的，我转一下。
好，开妲己。反正技能再不开白不开。我用康博术争取多一点的这个回复。哇，他血还真是差奶奶的多嘞。哇，三康保有点危险。转一下好了。稳定度是够啦，只是他血量也真是，这是有够多的。蛮花时间的。哼，他到底有多少血啊？拉到这边没有关系，我少增加了一个强化性啊。138滴血，来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快的通关队伍哈。先通关为第一优先。哎呦喂，啊，这个光珠多，我们就转一下光珠。主要是他这个血量蛮多的啦，换打是稳定性是 OK 啊。到底要打多久啊？是不是？这个两回合，所以我转这个木油鸭，我比较安全。我这是比较怕手残吧，这个玩法的话，哦，因为随时一次一个失误就 GG 了。哦，妲己出来，我一样开妲己好了。这边五颗就可以再产生一个强化幸福石。
好、哦、漂亮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一次可能又可以狙狙他了，去死吧！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是，哎，对，需要靠点天降，哦，还给我一个宝箱，浪费我那么多时间，哦，哦，以上是这个巨星的灰芒光星魁荣耀这个史达队的一个通关示范，哦，嗯，没有掉卡的一个示范，好、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